海鲜一小锅，熟了啊！这扔锅盖没有灵魂。大爆头啊，团汤，蘸点红油，洗个红油澡啊。油沫。韭黄。太香了啊！熟了，海鲜已备好，就等你来了。我去，太热。一只一斤的哦，想不想吃？哎呦！有没有想吃海鲜的？记得关注我哦。爆头不惜墨，感觉不过瘾，洗个墨再爆头。还会跑嘞！柳双江，来吧，熟了，咱来个大咸掌，来个头开好不好？算了算了，开个玩笑，这个家伙怎么开？哦，不行不行，留着我这条命还得给你们直播呢啊！进来老铁，给我一个双击。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进来的老铁们，能给我个双击加关注吗？感谢啊！妈，穷了！最近表哥也穷了，吃点别人吃的，给你一个，表哥太可怜了，就给你了，再给你吃，不给我怎么吃？我蘸点汤吃，来点黄，好好喝啊，表哥，太棒了，来，再给两个大钳子啊，慢点，这个人。给我尝一口，我一定吃。我要给他双击啊！野青菜，海中美味，嘣！没变好，本来想变个魔术，它有这么这个样子的，特别饱，就是裙带菜。这个回家
简单凉拌或者是煲汤炒肉都是可以吃的啊，特别好吃。就这个是我简单凉拌了一盘。哎呀，放辣椒，这个辣椒有点辣，想要的先放购物车。这个辣椒可真辣。